所以你甲阿姆阿哥韵如姐早就讲好啊，要说去江宏杰。无唔对，江宏杰都西龙阿姨了，阿姨都约阮妈，阿哥有我西龙见面，阮决定要甲江宏杰创定者。哦，所以不管是韵如姐去找阿姆，还是阿伯去找阿姆，拢是要冤家给江宏杰看。目的就是要让江宏杰认为讲，伊三两句话就把江家母甲玲珑说。无唔对，唔对。江宏杰派人去阿姆的办公室，要甲韵如姐见过的时阵，办公室敢若剩韵如姐一个人呢？那呢？韵如姐哪有可能完全都无受伤？因为迄个少年啊，外号叫做看麻啦。江宏杰爱去见过阿姨的时阵，我叫伊来先甲我讲，我叫伊不准甲我敲着人。江宏杰爱你去导演员的办公室威胁蔡议员，伊是爱蔡议员把你当作是导演员的人，互伊两个人误会愈来愈深，干嘛呢？无错。啊，是安怎？伊一定要听你的。因为伊有尾流伫我的手头。我也唔惊死啊！是我挑过伊，互伊转去江宏杰身躯边。江宏杰有任何动作，伊都要先甲我讲。那无，我得甲伊抓去关。你叫的是为甚物这么简单，甲你抓到？你的行踪已经给我掌握了。你吸毒又搁贩毒，这届我绝对甲你关到死三步。阿 Sir， 我搁有老母要饲呢，你莫伫遐。你有老母要饲，搁做这款的代志，这个悠悠好。不过你若带了你的老母，我会给你一个机会，就看你是不是愿意配合。阿 Sir， 阿弟爱我创啥？我用即马就给你走。不过你要等去江宏杰身躯边做卧底，伊有啥物动静，随搞动静。嘛是因为这个看法啦，咱才发到一直出去和江宏杰看，唔管是。阿姨要找阮妈冤家，还是爸要找阮妈讨公道，我拢会叫看麦啦，甲江宏杰报告。卡边咱因阿大来官，细来官，江宏杰无看到，咱都无猜。啊，不过你哪会当确定江宏杰一定来看戏？因为江宏杰想要跟阮西人啊，阮家有啥物动静，伊一定拢想要知影。所以只要会当收到消息，就算讲阮半暝咧冤家，伊困到一半，也会走过来看。所以讲，这就是一个骗局，大家做伙演戏，就是希望会当骗到江宏杰。伊若看戏看了愈迷，就愈有机会会当影响伊判断。无唔对。那安尼你是安怎连我嘛做伙骗？其实我唔是挑故意要骗你，因为我唔知影代志会安怎发展，所以就先无甲你讲。啊，即马是安怎，搁要甲我讲啊？因为贴牌要定型，关系到你，就爱甲你报告。对啦对啦，人底味我大心的着，迄家顶啊焦焦。顶着你着害啊啦！啊，婚无爱结，啊，不过囡仔妹妹无头生啊。哎呦，小秀啊，啊你是唔通哦，甲底味生气啊？只要会当成功，甲江宏杰设计着，其实我拢不要紧啦。啊，不过这贴牌顶面无印阿姆的名，阿姆敢袂足伤心的。啊，家己哦，后生要结婚啦，啊，做老母的名无伫贴牌顶，生活来已经真艰苦啊。也毋过为了要骗迄个江宏杰哦，只好安尼做啦。希望江宏杰这边哦，看即出戏会抓做讲，我甲别人哦，真正贴牌面啦。安尼，把那个桌顶的身躯边了，才发到得到伊的信任啦。